队长，咱现在该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陈少，都怪老夫没有管理好丹阁，让陈少您受气了。多谢流光大师出手帮忙。爹，爹，这位是陈少的朋友流光大师。林家主久仰大名。林家主，从今往后，林家的药材我丹阁全收了。除此之外，李家被我丹阁打入黑名单，永不合作。老爷，林家这是要发了呀！流光大师，太感谢了。此外，林家将作为丹阁的特约药铺，拥有二品特效真气丹的销售权。老爷。老爷，这林家这是要一飞冲天啊！是这样，太好了，不是梦。陈默，今后和林家的对接就由你来负责。是。陈少啊，你还有事吗？阁主还想和你交流交流呢。正好我也要去丹阁一趟。请。队长，那咱们现在还拆吗？拆你个大头鬼，赶紧撤。是。陈少，恭喜你获得五国大比第二轮考核资格。哇，小姐姐好漂亮啊。小姐姐。这位小兄弟还真是有趣。哎，小兄弟年纪轻轻竟是地级后期的强者了。我林天可是天才，如若参加五国大比，亚军非我莫属。亚军？有陈少在，这个冠军嘛就让给。萧阁主，这是我朋友林天。啊，丹阁阁主。萧阁主，我只是活跃一下气氛，您千万别介意啊。不，我会很介意的。啊！陈少，你都好久没来看我，走，咱们先进去再说。萧雅阁主，这，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场合？哦，那行，回头单独的时候咱再细聊。陈少。丹阁阁主都成你女人了呀，牛逼。我和萧阁主是纯洁的商业合作关系。行，纯洁我懂。阁主，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。刘公，这次你做得好，马上暂停和司方所的合作，让他给我丹阁一个说法。是阁主。陈少，你这次来丹阁是有要事？没错，还请萧阁主帮我准备一下这些材料。天净沙、婆罗叶、血纹珠果，这可都是四阶灵药，你是要炼制什么？你把药材收集齐就知道了。阁主，陈少，药材都准备好了。陈少，我们过去吧。林天，我先去炼药，你就自己到处转转吧，等会儿记得来炼制室。好，那我就逛逛这传说中的丹阁。流光大师，你一起来吧。我来帮您和阁主打下手。流光大师贵为二品炼药师，只是跟着陈少炼药就兴奋成这样。萧阁主，开始吧。那你总得告诉我要炼制什么吧。血灵池液。哦，灵髓晶。听说血灵池深处腐蚀之力可怕至极，连玄级武者也不能靠近，你怎么？都是以讹传讹，其实那里的腐蚀之力也不是很强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忍忍就过去了。好了，开始炼制吧。
嗯。